想不想体验一天 ？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？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王嘉尔打卡过的餐厅，然后在珠海。嗨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谢谢你。这里很多人排队，这里的人比我想的要多得多，但听说还蛮快的。你要是再不点好的话，我很可能就会被饿死在车里。别急，人不能急。哇，那个一定好吃。哇，但这个一定会超好吃。吃完变成王嘉尔，因为王嘉尔也来这里吃，可能吃完会变帅。看我教你写，谢谢。Nice car, sir. 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? Famous. I watch your video. You're on TikTok, right? Oh, really? You have a fan? Yeah. Oh, I'm a porn star, and I have a sugar mommy.这个酒店它有多大呢？它真的蛮大的。它这里进门，这真的很大。Helicopter。然后晚上就去夜市。什么夜市？什么下什么的。什么叫水果炸鸡啊？那个水果粒儿，哦，就里面包的是水果吗？外边，在外边。哦，外边。但是天热去掉了。所以城管不会抓，他只会管理是吗？我们是哦，摊主是不是要交了钱？是啊，正规管理的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最后有一家脆皮五花肉，请你们吃半条。这您开的吗？那家店？两个都是我的。两个都是你的。哦，老板娘。这个是西安的酸梅汤。西安的酸梅汤。我们西安人自己熬的。哦。包子也手工的。我是。西安最有名的是肉夹馍。对，还泡馍、对对对，有时间去玩。生意怎么样？最后的就位置有点太靠后了。哦，因为太往里面。好多逛到那儿就拐弯了。今天人是不是不算太多？昨天人多得很啊，人挤人。我们刚到这里就老板娘就说要请我们吃。太幸运了。一上来就被请客。我想吃摊儿。路边你看都没人。老板娘直接把摊子让给我们，我来假装一下老板。给我卖完啊！想不想体验一天？还可以有兼职做。对，体验。脆皮五花肉，脆皮五花肉。不要喷我，没化妆。我也没化妆。拜拜拜，谢谢。生意兴隆，拜拜。生意兴隆，太爽了吧！我们刚到。直接。我们拿了一个免费的五花肉面。我们拿了一个摄像机，还是有点好处的，可以。骗吃骗喝骗钱，你可能会坐牢，你明白吗？来，我们总结一下吧。他那条街呢，大部分都是什么烧烤啊、皮皮虾、小龙虾，还有钵钵鸡，就是种类不多，而且很多重复的。我觉得最有特色就是这个拇指生煎包。对，因为拇指生煎包整个里面就两五花肉也是没有看到过的。一定要选择周天还有周中去。周天说人爆多。对，昨天说人特别多。那我们今天去还好，就人没有好多。而且一到就找到停车位。我们以为会很堵车，我们本来想打车去的，但是还是听了我的意见。对。对，这个蛮好吃的。我都出汗了，我靠！到了。